4月4号，槟榔麦波豆了，拟跟乐松界重视平阿姨，不顾换位挑战派动，成功救起一名六岁女子的事实，引发各界关注及社会和平。前两日，金平区有关部门及市江义勇委基金会双邀上门，慰问张阿姨，对伊请假关心，并表彰伊江义勇委的成果。4月1号每9点左右，多市区海边长浪，一名拟跟女子落海，情况危急。 水长挨顶有人发现，但因为长浪离水面高度大，大家人一时间拢唔敢牵过落去救人。这个时候，到附近跳舞的张世平阿姨，二将腾跳上岸，跨过栏杆，纵身一跃，跳入水塘去施救。就是刚好人多，电影电视推到去西边，一无又一直爆发起去了，伊家己无顾，伊家己伊家人那只撇落去。张世平是山东鹰台人。 正到空军某部获悉入山呢，长期从事危部抗战，出于军警本领，也因为为家尽心，因义无反顾计跳水救人，并到水当适量急救。年轻男子后面就醒过来，最终到张阿姨及消防维护人员以及指挥控制界下落的年轻男子成功获救。由于当时海水太强，张阿姨中心职业的时候受够了巨大的冲击力。 到底肋骨受了伤，在试救过程当中一直没有什么感觉，上来以后就是这个，左肋这边就开始疼，那个刚今天去照了一下，有点挫裂伤，另外有肋骨断了一根，我觉得就是军人的本能吧，我觉得可能再换一个人也是这样吧，这种情况下，你不冲谁冲啊，对不对？就是往下冲。为关心关爱河南麻黄。 倾诉社会正义及慰问红祥，营造江义勇委的良好氛围。明早，江义勇委基金会专门去到张世平街道慰问，关心伊个恢复情况，也感谢伊舍身救人的义举，并送上慰问金。他体现了一个军人的勇敢、奉献、担当，这种精神，舍身救人，不顾自己的安危，跳下海去。 那么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全体的退役军人和全社会学习。借此机会呢，我们也呼吁全社会，广大人民群众投入到江义勇委的行列中来，为建设美好汕头、平安汕头、和谐汕头做出我们更大的贡献。对此，张阿姨感到非常荣幸，并表示。 非常感谢。领导对，就是说是好人好事吧。这个领导关注，而且也很关心，很牵挂，让你感觉很温暖，确实很温暖。这是一种非常实在的一种关注，慰问、鼓励，弘扬汕头市这个风气。回想起当面的情景，张阿姨表示，当时参与救难界，仰慕之情人，化解火灾热心前面，甲工作人员，这个令伊非常感动。那天。 说实在的，我确实也很感动，因为我那天爬上来的时候，那个地方人很多，这个氛围非常好，它是一个助长正能量的这么一个氛围。丁阿姨也表示，目前伊个伤情已经无大碍。这个不要紧，因为这个肋骨骨折，它这个治疗也没什么特别治疗，因为伤的不是说特别严重的那种肋骨骨折。 不是那个有点小皮外伤啊，小挫伤，这些东西慢慢养着就行了。另外，昨天，金平区卫生防护、区部门派、甲东方街道，也去到张阿姨家当个慰问，让伊深刻感受政府的关心甲关爱。当时，名利张阿姨继续保持善尽本色，发挥示范影响责任，带动广东人弘扬正能量，传播正能量。 大家过去的清明节，这群不速之客闯入了后江区红山望乡，伊人四处拉拉索，时不时就对前面景象的千回落手，引起了不少扫墓前面的关注。在这情况下，望乡工作人员也迅速出动，将伊人隔离，也究竟是咩情况呢？这群不速之客是拐只山羊，前面拍摄的视频显示，伊人到望乡来对四处拉拉索。 时不时或跳来跳去，并去开前面扫墓景象的前会。据望乡界工作人员介绍，指控山羊有五六只，由于望乡属于开放式，只说山羊从地沟进入，暂时并不清楚。
但得知情况后，伊能迅速予伊处理，并加强管理，确保青花不再受破坏。落来二哥方嘅直播前面外摘青花，过来望风之帮伊进行扫描，望之帮又加强人手进行巡逻。如果有发现双阳日来地位，我来进行及时嘅进行驱赶。获悉情况后，当地嘅吉祥巨岛红青社区居委会也立即对望风区境界养养好进行查访，要求养养好推广好养空。以后这些羊要圈养，圈养好，避免再出来那个影响到其他人的。我们一定要给它圈起来。养养好也表示，从视频上来看，头只青花嘅双阳基本就是野双阳，应该是自从外出嘅母阳双下嘅阳茎未开。只好到野外自将生长界，伊能要加强对家己养空的管理，防止自家的双养挂畜搞破坏。有的它都小的时间生下来，它都不知道回来了，它就变成那个，你也抓不到它。村委的领导也给我们说了，我们就给它圈起来了，这几天就给它装铁丝网围起来了，再也不叫它跑了。毛红方面也表示，将经济部采取相关措施，避免山药等动物再对前面扫描造成不便。导致那个日常巡查期间妄游，导致个无缝个山岭之间个山口，进行日常的监管巡查，以防这种小动物再进来无缝个阻隔。并且，多市区杨龙湾附近，这位女士天花板根就看到插柴个铁丝、门卡个不锈钢棒，巨大个噪声把周围个居民拢砸醒去。不过，大家能回答无责怪伊，房子向伊表示感谢，呀，这是为什么呢？视频中，这位女士看到叉叉人的铁丝，这边门卡不锈钢棒，这边大声喊叫，咩地件落来？要伊做哪只做呢？记者也设法联系到这位女士，伊是到市区杨龙湾附近做餐饮生意的曹女士。伊答：四月四号早上五点左右，伊正到店内准备早餐，突然闻到一种淡酸烧焦的味道，仔细一看，原来是对面杨龙湾楼的一家店铺着火去。伊是第一反应是将楼顶甲周边的居民慢慢躲离。我就喊人嘛，就喊人喊了，感觉没什么多大的用处。曹能士答：当时耗了更加空间，但楼顶住户拢无咩反应，或是有望烟的出事，或不时传出疑似爆炸的声音，情况非常紧急。于是，伊慢慢叫出铺内嘅不锈钢盘、格丝，然后拼命的卡，拼命的敲。我就拿个盆朝着那敲，就想把大家叫醒、惊醒嘛。灯都亮了呀，那亮了肯定就会起来呀。初能时的这只鸟果然有效，住户回听到声音之后，拢纷纷走出来。楼顶的人也发现，有些人拢起来，有一点长。大家拿命蜂鸟敲，它的反应力很快，听到这声音以后都跑出来了。自消防部门接报后，也后面赶到现场，并迅速将火扑灭。到场后，我们发现现场火势较大，我们立即组织人员。对周边的群众和住户进行疏散，对店铺进行破拆和灭火。经过十五分钟的紧张救援，最终火势扑灭，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明早，起火店铺的业主也特地找到曹能时，向伊当面表示感谢。周边群众也纷纷为曹能时点赞。谢谢你啊！没事，这个是大大，谢谢大家，谢。这个是应该的。一些群众呢，能够第一时间进行报警，同时通知住户人员及时疏散逃离，这种行为呢是值得我们肯定的。那么在此，我们消防部门呢也希望市民群众能够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运用所学到的消防安全知识，组织人员进行疏散逃生。那么同时，我们也督促各类铺面一定要落实好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对店铺内的电器线路用火用电情况及时进行排查，
对一些可燃物或者易燃物品呢，要做好相关的这些整理啊，防止这个堵塞疏散通道，消除火灾隐患。三月至五号的话，停车一面路发生惊险石磨，这个垃圾桶突然冒起白烟，一名男子用最上次去扑灭的时候，垃圾桶竟然发生爆炸。一垃圾桶内底究竟藏咩物件？昨年熬水之后，会发生爆炸呢？视频显示，一名路基一个垃圾桶接落冒烟，一名男子挂着桶水，将水倒入垃圾桶，尝试去扑灭。无想到，大家行开，垃圾桶却发生了爆炸，桶内喷出来的物品冒着火星，花起火燃烧。近日，记者找到当时尝试灭火的男子，了解情况。平时个结婚咩就先啊，一啲行嘅好，食好食了行到对，伊属啊冒烟啊，买了就其他最多装装落去罐嚟结了，就先你话落走嘛，我落唔知是咩。有目击者告诉记者，当时附近被着上嘅拢在往救火，但泼出去嘅水，房子是火上燃烧，引起了警报。开始是先盖起来铺好，伊上身都是结火要去铺带就是抓。抓了像毛印，那毛印就感冒破坏，真的就他应该起来就买铁窗水落抓，抓住就爆炸去，水规个破坏都几乎血乎啊，都叫，不然当时唔当代只有非常危，于是如发水就买爆炸。另外一段公共视频显示，当男子挂水倒入垃圾桶之中，一名男子正经挂着一桶水来到垃圾桶旁边，用机车往周围泼水，突然垃圾桶也发生燃爆。只是规模不大，男子也并不慌张，继续向垃圾桶周围洒水。有目击者答，该男子是旁边一家火钢饼店的经营者。火钢铺的老板就该赶桶水抓了来扔去，爆炸去。有咩事情我火咩？后面里面该男子不明清楚，听几嘴就又爆炸了，影响人员工了的。好的，事件报消极难忘。一垃圾桶昨年发生爆炸，又是否跟火钢店有关系呢？记者也尝试了解情况，但火钢店并无开门。目前当地已经就此事的具体情况展开调查。这火钢生产的物件咪是哪个？只是应该清卖的物件卖落土诶，才袂冇使爆炸。那来包有啲糖啊，一来积水就会爆炸啊！即系我是有啲，啊，只是空气污染咯，我以为。为让学生体验不同样嘅学习生活环境，提升能自交往能力，开拓文化视野。最近，汕头停海经营小学，而广州潘安持续双方小学学习，开展为期两周嘅交换生文化研习活动。期间，两校各派二十名学生各队，上有到对方校园体验生活各职照，感受当地嘅风俗文化。三月十二号。经营小学界二十名交换生出发前往广州潘安持续双方小学，与街口二十位各队界同学组织开启直招界学习生活体验。潘安持续双方小学发展龙骨项目已经三十年，培养了当国队界龙骨世界冠军黄楚晴等优秀学子。这教是讲咩？经营小学界学生就对龙骨学习十分感兴趣，从站立到骨架。伊能到直次次嘅跌倒当爱了警惕，从一开始连站都站不稳，一直摔，到最后我们能够自由滑行了。这个过程让我们都明白了，只有努力，只有勇往直前，才能获得进步的道理。到潘安，经营小学嘅二十名交换生花走进伊能嘅各队嘅厅，收获了唔少惊喜。有届嘅厅为学生准备了独特嘅欢迎仪式，有届嘅厅即与学生直起包饺，有届嘅厅花与学生直荡束腰，也能感受到各队嘅厅嘅热情，也领略广府文化嘅魅力。在新丰小学，有和蔼的老师，有热情的同学。我们二十位同学都结交了一位对子小伙伴，我们聊得很开心。三月十九号，潘安自驾结束后，二十对交换生直起抵达经营小学，开启新职招界迎客体验之旅。三月二号，经营小学第一届体育赛隆重开幕，双方小学二十名交换生到掌声当登场，
一人头戴金盔帽，脚踏黄花龙，到跑道上自由国行，充满朝气与活力。江阳小学界桥文化气势浓厚，加上外墙、楼梯墙壁、街空场所等，拢多文并茂个展示着桥乡文化。学校界文化夜展也充满着桥青乡音。江阳小学二十名学生与各队的同学组织，聆听老师讲解，感受校风文化。我们的侨爱文化的教育呢，就是以教材、以环境，尤其是以46个社团来作为依托，从中呢进行这个侨爱的教育。所以希望在这次的交流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会将我们的侨爱文化来带给我们的番禺的老师、番禺的孩子们。新的一招。上方小学的二十名学生也跟随能各队的小伙伴进入新班级，一起学习的生活。江阳小学话组织交换生学习了解潮汕大老糕、潮汕功夫底等民俗文化。交换生家庭每日也会上方小学的老家会安排了丰富温馨的家庭活动，花直当响应丰盛的潮汕美味大餐，让人尽情感受汕头的风土人情。我的感受就非常开心，能够来到这一次研学活动，然后在这次活动中我们可以在汕头交到许多新朋友，通过共同学习一起生活，深深地了解汕头的传统风俗习惯。三月节目和节目二十堆各队交流的学生花直当在往汕头南部进行两学习活动，学习义勇军训英勇抗战的历史，也一起探索北回归山上自然之梦背后的科学知识。罗界青起的共同生活也让广府文化与潮汕文化碰撞出新的火花。交换生的游学活动，它本身就是能够让孩子去走出校园。我们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那最好的课堂应该在这个行走中。那么孩子们呢，他能够在与自己平常不同的生活里面去拓宽视野，也能提高去跟其他的伙伴这种交往的能力。我觉得这是一次难得的一种一次启蒙之旅，也是一次呢岭南文化和潮汕文化的一种深度的交流，为学生搭建锻炼和成长的平台。这次全新的创新的交换生活动会给学生、给家长，也给学校带来全新的体验和提升。这次研学活动呢，对于我们家长也是一次难得的成长经历，让我们见识到了孩子的独立性和自理能力，感觉孩子一下子就成长了不少。感谢学校给孩子们创造了这么一个开拓视野、增长见识的机会，让他们学到了很多平时在课堂上都学不到的知识。多多罗照界交流体验生活，让二十堆交换生感受到不平的界地方文化和风土人情，拓宽了视野，增长了见识，也让伊人心中的友谊树开花结果，可谓收获满满，收获回响。所谓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类似的学生交流体验研习活动，希望能够到更多学校个开展。依故事台历史，1991年4月6号至14号，在名聂名嘅白桥界聂名巨树顶南到山头举办。白桥曾经镜头记录了上世纪50-60年到雕刻黄金时期嘅珍贵影像。通过此次聂名点，让后在雕山光景定时起顿辉煌岁月嘅美好记忆。1959年。白桥被任命为广东潮剧院一团副团长，后来担任潮剧院副院长兼潮剧院一团团长。上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被誉为潮剧黄金十年。白桥团长到繁忙的任务中，还肩负着另一项任务，就是用相机拍摄剧团的演艺活动。从伊拍摄个相片，可以看到雕刻表演艺术家们个日常工作生活状况，也可以看到各个领导人亲切致敬雕刻人员，甲国内外艺术家与雕刻团成员交流互动个场面。特别是1959年，广东雕刻院成立之年，
自团福建参加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活动演出。1960年，赵家团首次走出国门，赴江浦者访问演出等等，更被马桥先生的摄影镜头记录了下来，成为宝贵的历史档案。上清和光珠今日八点，山头电视台经济生活频道播出的《山头故事》。近年来，茂名顶替他人乘客就业等事件时有发生，令人惊讶。近日，河南周口呼高县就有爆出一桩被茂名顶替任价30多年的案件。虽然当时历史锐了门对，但这并非免责理由。目前当地多个部门已经介入调查。河南周口呼高县白潭镇邓家村的孙国天举报他，家己本人茂名顶替邓老师32年。伊达1976年，伊进入村校当名牌教师。1988年，因个人原因离开学校。2003年，孙国天在往外地拍工，办理暂住证的时候，被交在无发车交户口。直到2013年，才办了户口加二度身份证，并发现是邓村某男子证明了伊个户籍。有媒体也联系到被举报人，对方承认。家境王庙为邓三生，上世纪1990年代顶替了孙国天名牌家师资格，此后还担任过母校校长。目前当地教育局纪委警方等多部门已介入调查。有消息称，被冒名者是因为挑衅而离职，当地学校也需要名牌家师，但政策暂时不允许，于是发生了这起冒名顶替案，似乎轻无狂妄。当挑衅者是主动离职，更会利弊不了，这已违反当时的政策。若既然政策不准再招名牌家师，但当地教育部门学校用变通方式违规聘用名牌家师。另外，应当单位明知是冒名顶替或恶意自替，违规的细则不少。此起冒名顶替案并非个人行为，而是集体行为。至少促当地学校聘用教师重多的空间，更体现了当地部门发地意识的淡漠。虽说这是历史锐了门对，但也需严肃处理，最后被冒名顶替者的合法狂热。2020年，华国庆或肖正华集业事件，冒名顶替者小池入兴，明确盗用冒用他人身份顶替他人处置的高等学历教育入学资格、公务员录用资格、就业外地提我的处3年以下无期徒刑、酷刑或者管制，并处罚金；组织指使他人实施在框行为的，依照在框的规定从等处罚。针对这只案件，剥夺冒名顶替者通过冒名获得的资格，要求对被冒名顶替者作出相关赔偿。以及完整冒名顶替过程中涉及的伪造、编造、买卖各个机关公文、证件、印章，或伪造、编造、买卖身份证件等违法犯罪行为，拢有依法追责的必要。